得让别人跟早花有那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四季望雨哈，四月望雨哈，那冰鸟哈，啊，一种小型的那个水虹，这条熟悉台都要带哈。啊，那个指导老师有几分有几分，哦，你在左手边就有哈。你说话念那个永根国高中的反对会哈，啊，现在咱这都打中间开始呀哈。啊，咱特别用上个阮个建设总站，也是咱江西人民中心来到现场哦。啊，咱这个从今天开始，来，啊，咱开始以前哦，为了让小朋友、大家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，咱全部请起立。好，咱用那个欧公名哦，咱广为盛传，行三十公里哦，来，一鞠躬。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请坐下。好，阿姐，你们快点来，那个校长，好，让校长来照给你们哈。那你跟古建堂文化系，好，让你们校长说筹备哈，来跟我筹备已久，他做了一连串哈六七天的那个文化系的精彩活动哈，也很感谢哈，感谢那个校长哈。他当然很有默默付出某大嘴来的哈，他所以来，我给我耐动来，那个主题，那个永仁高中第一首带来的就是《望春风》哦，他那个指导是刘继芬哦，他那个最佳指挥所行家哈，来，请起我们最热烈掌声，欢迎我们永仁高中管乐队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出，谢谢。
精彩的青山组曲哈，啊，那有人高中是一直的，那我们教育部的十二年国教哈，哦，每一年学生都那种发挥的长才哈，啊，每一年都学生的那种多元化的学习哈，也是那有人高中创办乐团的主要宗旨哈。啊，以历届校长、地方主管校长洪庆在好率领之下，成果辉煌哈。好，各位谢礼啊，好来来，各位谢礼啊，全部起立，向我们广辉圣母行三十公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佛对，阿弥当起敬号，开始。好，咱小朋友要倒一下哈，我们当时因为咧代表咱的公婆跟正宗一点哈，咱的红包哈，给我们精彩的演出的小朋友，是咱的指导师，好，那个刘继恒，好，代表接受我们贵家指挥家。有请你们站好来了哈，来，永仁高中管乐队站不站？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，谢谢。